1951年，博阿达家族两兄弟因为发明了一款液压马赛克切割机而成立了瑞比公司。这款以瑞比命名的全新工具，成为之后将瑞比公司发展成一个面向全球稳固的大公司的重要支柱。瑞比公司集设计、生产以及销售各类用于瓷砖切割、铺盖以及保养的机械和工具。瑞比作为其不断研发的成果，成为一个一直在持续发展中的品牌。瑞比公司的主要宗旨是给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士提供一系列专业并且创新的产品，并且基于用户需求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基于瑞比公司专业的工程师团队的研发和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该行业专业人士的直接参与，将瑞比打造成一个集设计和创新为一体的品牌。终端用户在产品构思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是瑞比品牌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Germanche Boada 集团的主要生产线和物流中心位于塔拉戈纳省，此外集团在中国苏州也设有工厂。瑞比公司拥有一套在建筑工具生产行业独一无二的高效率和高灵活性的生产工序。为了让所有的产品都符合瑞比品牌的质量要求，瑞比对每一道生产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监督。严格的质量检验、内部工序的不断优化，以及一套最先进的集制造、管理和控制系统的使用，使瑞比品牌产品荣获多项国际质量认证。瑞比的物流中心占地2.7万平方米，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实施库存和发货管理，从而使货架取货和产品包装流程都最大化的快速高效，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订单发货。瑞比品牌的高度国际化是公司的战略核心。瑞比在欧洲、美洲、亚洲以及非洲都拥有子公司和分公司。此外，瑞比广阔的经销商和分销商网络使本品牌在超过120个国家的市场都拥有重要席位。对终端用户真正需求的认知一直以来都是瑞比优先考虑的要素，因此瑞比每天都在全世界各个销售网点进行产品使用示范，以此方式让用户在第一时间以亲身直接参与的方式了解瑞比品牌工具的优势。作为不断创新的成果，瑞比拥有市场上最全面、最有认知度的手动瓷砖切割机系列产品。瑞比的切割机提供的5年质量保障，以及其卓越的品质和非凡的耐耗性能，为本品牌产品奠定了业界翘楚的地位。作为业界的领跑者，瑞比除了致力于研发和生产手动和电动瓷砖切割机以外，还拥有一系列用于瓷砖铺盖、钻孔以及保养的工具和配件。在瑞比的发展历史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是对人才的培训。瑞比拥有一个名为“建筑的本质”的主题区域，所有的访客、客户和学生都可以通过这个主题区域来了解人类建筑工具历史的演变。此外，瑞比公司为了向集团创始人致敬，创办了瑞比学校，提供在校学生来学习或提高瓷砖铺盖技术的机会。瑞比的核心价值体现在瑞比俱乐部，这是一个由建筑行业专业人士组成的俱乐部，会员来自于80多个国家。该俱乐部积极参与世界上各种慈善项目，并给专业人士提供持续的培训。瑞比俱乐部和瑞比公司在社交网络上频繁的活动，成为瑞比每天与终端用户沟通交流的平台。这种基于满足用户需求的沟通，也是瑞比公司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瑞比，共同建设。